高雄的朋友们有福，居然还在苗栗。你们最喜欢谁？最喜欢谁？好腻啊，到底是怎样啊？姐姐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大家好，我是 Pony Five， 我是玉成，我是陈伟，我是杰明，我是博安。现在开始，时间暂停。想要看四位哥哥被我各种的玩弄吗？想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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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话就赶快订阅。正片即将开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哎，你是 All In Five 的博安吗？是，怎么了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我们第二场的签唱会，在高雄跟台南。今天你应该是瘦，高雄的朋友们有福。我昨天睡不着，翻来翻去的，是我在宿舍最睡不好的一次。然后哲伟说他昨天晚上睡不着的原因就是因为杰米，他跟他被子吵架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然后踹那个棉被哦，棉被哭脸。昨天晚上呢，大概到两三点，我想说。不行，睡一个多小时，我一定要睡着，但是我又睡不着，然后我就很生气。这是我第一次去高雄。你第一次去高雄，你要不要再讲一次？我不是第一次。你要不要再讲一次？你要不要再讲一次？说演唱会在哪里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收回刚才那句话。八点多出发，塞到现在十一点，居然还在苗栗。怎么办？高铁正好碰上清明连假，果然塞到爆。大家加油，希望可以赶到。我们刚从台中站着，然后站到嘉义，然后嘉义的票人下车之后，我们才有办法坐。正在前往左营的路上，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。终于抵达了。我觉得今天这个应该是我们这辈子一个很难忘的回忆。刚才到现场看到下面的人没有预期的多，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台下不管几个人，我们都会尽全力的表演，跳到下面都满。我们转播现场是高雄签唱会，目前呢，哲伟正在签名，很耐心啊，好，加油，要比耐心了，可以的，学策加油，那可以先搞，哎，这样我有，我也有，哎 ，Yeah，I say everybody， 快乐，我是黑色，真的是蛮多路过的。下来看看我们，然后我也好奇，他们可能就要窃窃私语说，哎，他们是谁之类的。我有看到那个有人在介绍，当导览员这样。开始解答，我们是一个站，这里是 OIP。然后他有一个粉丝很可爱，他跟哲伟说：“我可以养你吗？”自家拍妻呢。我们到台南南纺购物中心。黑白翠，哎，黑白翠喜欢谁？你用纸的，用纸的，杰明，谢谢妹妹，来换你唱，不要闹，看我，哎，我大叫，所以。
漂亮。现在就是签名剩最后一个人，然后我们就要结束我们今天台南跟高雄的签唱会了。现在是想干嘛？吃东西，吃东西，一整天的，不知道啊。不活了！我刚刚在签名的时候肚子一直叫，我想说完蛋，我根本只是听到。Yeah, 台中请祭祀。哦，没有没有。你叫我。台中见。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。今天这件事情。我们要来天天天清醒。我们一个玉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前面后援会唱得很卖力。你给做，做，做。玉成，比个爱心。我觉得前面这把你想要拍。是不是？来来，绿神做什么他们都教。对对，真的很好 Q， 真的真的。那你下次骂他吗？插手了！再插手！爱你们哦 ，Love you。Okay, 一成，终于等我很久了。草泥马到底是怎样啊？二 x 等于，一是 x 等于多少？哦，我爱你。他说他少一本书叫我帮他找，我问什么书，他说我们的结婚证书。哇，喜欢吃什么？对，我喜欢吃什么？哎呀，喜欢吃我。我是喜欢吃吃的，望着你。找一种马，找一种马，找一种马。你的电话号码。我电话号是091。妹妹现在几岁了？5岁。那你喜欢 All in Five 吗？那你喜欢陈恩哥哥吗？对。好帅。对啊。你喜欢谁？我忘记了。玉成。那陈恩哥哥呢？也喜欢。谢谢。哎，就是还没发现。我本来在台下问说，可不可以脱衣服让你直接牵我身上。台中好热情，台中很热情，真的。而且我觉得粉丝跟我们之间越来越有默契 ，Q 大家唱歌或是一些互动，他们都会有反应。对，没有想过这些会回来这里办一场现场，还有看到熟人，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我很感动，我外婆很好来，因为我外婆其实她已经因为疫情，然后她年纪很大，所以她其实基本上就在桃园，她不会离开那个房子。哲伟，帮我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？这是我的外婆。姐姐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不要，上次过年到现在，一年了。而且我过年都还在上班，所以没什么听到。好，你不要哭，因为那个外婆要哭了。15分钟后要上台。忍忍忍忍。外婆喜欢伯安哦，给伯安看一下。哦，真的吗？外婆口罩口罩可以下。你是现在又真正又哭了吗？没有，我有憋住。台中成功。哪一位团员的内裤最性感？3、2、1，举手答。好，给你了。恭喜你。刚刚我们大家洗内裤的时候，我发现哲伟有豹啊、狮子啊、老虎啊，就是哲伟内裤是所有动物园的感觉。对。做的吗？谢谢，谢谢你，这个蛮帅，这很帅哎，好可爱哦，谢谢。为什么喜欢上玉成？因为我是他的成员，然后他看什么？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抓到。哎，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成团演唱会跳舞，长得很可爱，一直看着他跳舞，然后就觉得他的有一个位服做得很好看，然后就很喜欢，很喜欢。就长得很可爱。哦，是因为长得可爱。结果他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他跳舞都很有魅力，19岁的时候长得很可爱。现在好，那刚好我们追到第20几场了，还没有？因为你生日吗？第五场了，越来越实在了，越来越好的拍，越来越开心。觉得真的是非常谢谢他们，因为我之前看到很多手，就是他们从头陪我们跑到尾，谢谢。你很小力，你很大力。一个
哭成这样？还是我可以演哭戏。嗯。